这里山如罗簇，水若带盘，潮生九曲，山海相依。5000年前，罗源先民点燃文明火种，晋唐已降，衣冠南渡带来富裕繁荣。800多年前，大儒朱熹在圣水寺开坛讲学，理学从此在罗源发芽生根。宋代木构的典雅清丽，罗源雕刻的鬼斧神工，抗倭古城的血色悲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红色记忆的澎湃激情，构建起绚烂多姿的人文罗源。2009年，耶鲁大学网上图书馆，一张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引起了罗源县博物馆馆长黄新强的关注。经过调查考证，这张图片就是罗源的老城区。今天的罗源没有城墙，照片中的城墙兴建于何时？为何又消失无踪呢？随着文史学者的深入研究，一段关于罗源的前尘往事穿过历史的云烟逐渐清晰起来。吴顺良从2012年开始编纂《罗源古官道志略》，他遍访这座城市的历史古迹，在残碑断石间探寻罗源旧事。罗宁古道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全长约93千米，是福建直通京城的唯一通道。历代南来北往的官学军商络绎不绝，带来中原文明的气息。罗源由此而文化昌明，物阜民丰。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西连江县北一乡置罗源场。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升场为镇，改名永贞。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升永贞镇为县，成为罗源建立县治的开端。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县名改为罗源县，并一直沿用至今。北宋庆历年间，书法大家苏舜元到福建任职，途经罗宁古道时，发现一个造型奇古的石洞与几株小树相依相生，心有所动，题下“才翁所赏数十”六字。100多年后，南宋大诗人陆游邂逅“才翁所赏数十”，并请求罗源知县置护栏予以保护，并将这段故事记录在《老学庵笔记》中。这个呢叫才翁石，是宋代朱舜元题的。为什么叫才翁石呢？因为这个石头的顶上有一个大树，在这罗源
建县最早的文化历史标志。文人轶事赋予了罗源鲜明的人文气质，一座古城的兴衰则给这方水土镌刻了英勇豪迈的英雄底色。明嘉靖年间，福建东南沿海的倭寇尤为猖獗，为抵御倭寇袭扰，明弘治十二年到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四九九年至公元一五五八年，经过历代知县的修建和拓建，罗源建起了一座高一丈五尺、周长八百余丈的城池。抗战初期，为阻止日寇装甲部队进犯，罗源县实行毁桥破路、拆城墙的策略，拆掉了罗源古城。罗源古城为抗倭而建，又为抗日而拆。一建一拆之间，罗源人在古城庇护下度过了近五百年光阴。承载着这段历史的老照片被罗源县博物馆收藏，成为罗源永久的记忆。一条古道沟通了罗源与中原，一座古城见证着历史的螺旋。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罗源人，伴随着罗源湾千年不息的涛声，以不变的步伐构筑着他们心中的家园。2009年，罗源县博物馆馆长黄新强受国家文物局委派，来到罗源陈太尉宫进行调研，为这座珍贵的宋代木构建筑制定一份详细的修缮方案。陈太尉宫坐落于罗源县中房镇前溪村，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是闽第三大宋代木构建筑瑰宝之一，融宋明清三朝不同风格的建筑于一体，有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美誉。据1998年版罗源县志记载，陈太尉宫原为唐末迁居于此的河南名士陈苏所建家祠，后其一孙陈庆敕封太尉，祠堂遂改称陈太尉宫。这个柱子就是原来所保留下来最旧的一个，就是说民间的一个柱子。这柱子对这座北宋建筑的杰出典范，黄新强最感兴趣的是陈太尉宫与宋代著名的建筑法典《营造法式》一书渊源颇深。《营造法式》出自北宋建筑大师李诫之手，集建筑设计和施工手册、技术标准、劳动定额之大成。中国建筑史学大师梁思成称赞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的刊行不仅提升了宋朝的建筑艺术水准，也成为元明清三朝国家建筑规范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太尉宫正是这一时期建筑标准化的典型实例。你看这种鸳鸯交首拱，在宋代的建筑里是比较多见的。陈太尉宫大殿采用了复杂的斗拱结构，如营造法式所示，斗拱为鸳鸯交首拱。陈太尉宫正殿柱子都是梭柱，尤以前殿殿身六柱收沙最为显著，柱身卓壮雄劲，柱下部三分之一处直径最大约尺余，向上下逐渐卷沙，与营造法式中所载梭柱技法一致。如此粗壮雄劲的梭柱在福建地区非常罕见。虽然木构建筑中的材料年久失修，常常需要更换，但规制一直都是营造法式的典型做法。以陈太尉宫为代表的福建宋代木构建筑的影响力在两宋时期就已辐射到国外。正是因为陈太尉宫不可估量的历史艺术价值，2001年6月，陈太尉宫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秋香一直关注着陈太尉宫，在他主编的《中国乡土建筑》中，陈太尉宫将作为营造法式所载建筑技艺的实物典范占有重要篇章。陈太尉宫经历了800多年的历史，至今保存完好。那么可以这么说，陈太尉宫所经历的从五代到清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保存着，它就像一本史书，翻开每一页都清晰可见。详尽的调研让黄新强洞悉了陈太尉宫的秘密，他充满信心地提交了精心制定的修缮方案。这座在罗源屹立千年的文化地标正以新的面貌续写着属于他的传奇。1930年初春的一天，罗宁古道上，一群人抬着罗源早期的共产党员林可怡的灵柩，在寒风中走向罗源。在罗毅春秋主编林修果心中，林可怡是罗源革命的奠基人。林可怡1893年出生于罗源，曾先后留学日本、苏联。1923年成为第一个罗源籍共产党员。留学期间，林可怡两次回乡探亲，每天来访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以此为契机，对乡亲们宣讲共产主义和革命道理，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罗源的红色教育基地。这个林可怡两次回乡，回到我们罗源，不光是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非常重视我们罗源的教育。在林可怡的谆谆教导下，红色思想在罗源这座偏僻的滨海小城流转，深刻改变着罗源人的精神面貌。为促进罗源的教育事业，林可怡与友人创办了毓秀小学，免费招收穷苦子弟上学。这个地方就是林可怡创办的毓秀小学的旧址。他不但宣传革命的道理，还非常重视教育
这个百年大计。1927年1月，林可怡奉调到武昌中山大学任职，以课堂和报纸为阵地，继续宣扬共产主义。在一次组织抗议国民党军阀屠杀人民的运动中，林可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8年1月4日，历经严刑拷打而矢志不渝的林可怡被国民党士兵推上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林可怡镇定自若，从容就义，年仅35岁。当林可怡魂归故里时，无数罗源百姓自发涌上街头，含泪相送。在林可怡的影响下，当时很多罗源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在1931年，在罗源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就在林可怡去世6年后，1934年8月中旬，荀怀洲、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城，以实现解放罗源城与宁德连江游击区连成一片的战略部署。得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将攻打罗源的消息，罗源百姓纷纷自发前来拥军支前，承担了所有的后勤支援工作。1934年8月14日凌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仅用2个多小时歼敌1000余人，俘敌300余人，顺利解放罗源城。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歼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通过这场战斗，说明罗源群众基础较好，不管是侦察、后勤还是直接参加打仗，罗源人民年，《罗艺春秋》顺利出版，一个包括烈士文化园、故居和展览馆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群，构成了一座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长廊。罗源人在这里回望历史，也让英烈精神烛照未来。1953年8月的一天，一支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的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组进入罗源八井村，进行细致的民族调研。据史载，唐永泰2年，第一批畲族人迁入罗源，繁衍至今。悠久的历史使得罗源成为全国畲族祖居地、中转站和主要聚居区之一。当国家为调研全国畲族情况选择所在地时，
罗源成为福建主要入选地区。经过三个月的调研，调查组提交了一份详尽的福建省罗源县八景村畲民情况调查，为国家识别畲族的民族身份提供了充分依据。1956年12月，畲族被国家正式认定为单一民族。跟他那个姓名啊有关系，他的姓名唐，他姓名是这。60多年后，当年参与调研工作的陈元旭依然记得畲族的服饰细节。这张照片很特别，在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服饰是畲族和瑶族主要区别之一。农历3月3是畲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一天，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上万名罗源畲民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别具风情的服饰文化盛宴。雷建银是罗源畲族山歌省级非遗传承人，三公主的传说是他爱唱的一首叙事长歌。在学者的考证中，这首歌隐藏着凤凰庄的身世。凤凰庄是由畲族三公主的嫁衣演变而来，头饰凤冠是凤凰庄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蓝曲钗对于歌中描述的凤凰庄极为熟悉。凤冠是凤凰的造型，凤冠上都有一块圆银牌，前额下垂有三个小银牌，这叫龙髻，就是代表那个三公主的凤冠。凤凰庄遍布全身的艳丽纹饰，象征着凤凰美丽的羽毛。罗源畲族的凤衣边缘绣有五彩斑斓的花纹，纹饰多在衣服的襟角、襟边及领缘和袖口，在这些易损的部位滚边，并在滚边的基础上绣上美丽的花纹图案，使得罗源畲族凤凰庄格外绚烂。与其他地区畲族凤凰庄的朴素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俗学者们将罗源的畲族服饰冠以花边衫的美誉。罗源凤凰庄与众不同的华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青睐，也让畲族人对自身文化价值有了更深的认知。2007年，离乡13年的蓝曲钗回到村里，重新开始制作凤凰庄。在保留传统造型和民族元素的前提下，蓝曲钗用现代理念改良制作工艺，为古老的凤凰庄注入了新鲜血液。手法是有的，现在为止就这样子。在他的影响下，儿子蓝荫才继承了他的衣钵，以延续这门传统技艺。2012年，罗源被评为全省畲族服装保护基地，新一轮对罗源畲族服饰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被提上了日程。2018年，
罗源畲族服饰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近年来，以畲族民俗为依托，以畲风海韵为主题，罗源县政府开始全力发展文旅产业。畲族古老丰厚的文化传统，在被重新唤醒的同时，也让畲族人重新找到了新时代的定位。在中国石雕界，素有“天下石罗源宫”的说法。罗源七云洞内现存18罗汉，其中16座是南宋罗源石雕艺术家陈增元精心雕琢而成，堪称宋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成为后世罗源雕工学习的典范。20世纪70年代初，罗源安后村发现了福建省储量最大的叶蜡石矿脉，后来被命名为安后石。罗源人抓住机遇，于1972年成立了罗源雕刻厂。凭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罗源雕刻厂出产的香炉、印章等工艺品远销东南亚，让罗源雕工声誉鹊起。这件罗源雕工集体创作的九狮鼎炉是罗源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融合了浮雕、圆雕、透雕、薄艺、镂空等技法，荣获1978年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这件作品把罗源雕工的声誉推向巅峰。当代罗源雕工以刀为笔，追求诗画意境，形成了罗源石雕独特的圆、浮、透、镂、薄、线等雕刻技法，极大拓展了石雕的表现力。当地学者研究发现，罗源石雕精工思想的文化源流和一位宋代名士有关。罗源人陈善，南宋高宗时期学者，传世之作《门师新画》15卷，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陈善倡导的精工精神和罗源石雕工艺所蕴含的审美趣向与艺术观一脉相承。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雕代表性传承人潘经石，18岁进入罗源雕刻厂工作，亲历和见证了罗源石雕的辉煌。这蜥蜴还是太臃肿了一点，这线条非常美的，这包括这个角度很好，就是整体会太臃肿一点。你看，真的蜥蜴还没来下。20世纪80年代，潘经石等优秀雕工开始走出罗源。罗源雕刻的精工思想由此开枝散叶，流布四方，对中国雕刻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寿山石原石资源的枯竭，市场对雕刻工艺要求越来越高，罗源雕工界开始聚焦俏色工艺。俏色是指根据玉石本身的色彩进行构思雕刻的一种特殊工艺，是石雕艺术最具魅力的技法。这件盲龟浮木俏色作品，
潘经石将石材的木纹色处理成一块中空的枯木，黑色的石心则雕刻成一只随波浮沉的盲龟，刀工细腻，意韵悠远，为潘经石捧回了2016年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金奖。河源石雕的传承对我们来讲就是树立一种精雕细琢的精神。为复兴罗源雕刻业，罗源计划建设一座占地数百亩集研发、生产、培训、交易于一体的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意园，打造中国玉石雕刻之都。罗源雕工传承至今的精工思想，将成为罗源重塑辉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从卫星地图俯瞰罗源，绿色环绕的罗源湾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罗源湾的港口建设就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景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国务院批复的中国一类开放口岸，罗源县政府计划将罗源湾打造成以冶金建材产业为主导，集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一体的千亿海港城。2012年，负责宝钢罗源基地冷轧项目组工艺技术的季志雷面临一项重大挑战：建设领先世界的四机架连轧、连退、连酸不锈钢冷轧生产线。这意味着要将几项独立的生产环节优化工艺后合并，达到节能增效的目标，总投资近20亿，此前世界尚无成功先例。季志雷带领技术团队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边学习边实验，仅用2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季志雷和团队将成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国内同行分享，推动中国整体钢铁技术上了一个台阶，节能减排效益非常显著，这对于罗源湾千亿海港城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技术呢，不但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呢，环境压力也大幅度降低，能耗降了，排放低了。为实现废水零排放，宝钢罗源基地又投入近10亿元，用于污染源专项治理和环保设施建设，完成了传统项目的绿色制造。绿色是罗源湾不变的底色，罗源在建设千亿海港城的过程中始终将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在环保管理技术员李潇达心中，生活在罗源湾的苍鹭是这一理念最好的见证。我画得不太像。哇，那个好难画。每逢休息日，李潇达都会背上画夹，来到罗源湾深处的莲澳村，用画笔记录苍鹭美丽的身影。莲澳村有3000多只苍鹭繁衍生息，来莲澳村观鸟拍鸟的游客络绎不绝。李潇达常常会选择合适的时机，放下手中的画笔，义务对游客宣讲爱鸟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游客文明观鸟，防止苍鹭受到伤害。2019年6月2日，
首届我与自然苍鹭之美书画摄影展于罗源文化馆开幕。李霄达画笔下美丽的苍鹭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保护苍鹭的行列中。我们罗源湾是东南亚最大的苍鹭基地，那我们知道苍鹭对植被跟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现在我们这边苍鹭越来越多，就说明我们罗源湾的环境是越来越好的。一湾海色四面景，群山如黛绿如蓝。罗源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始终注重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探索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之道。罗源湾千亿海港城的经验，正在成为可资借鉴的现代城市发展样本。台海之滨，闽地东南，罗川之水成就如诗罗源。安厚石是这方水土慷慨的馈赠，凤凰庄是这方水土名利的装饰，罗源的古朴厚重与勃勃生机交相辉映，谱写出罗源独特的篇章。大如驻足地，衣冠南渡乡，湾下涛声起，山中日月长。这是文脉深厚的罗源，这是生机勃发的罗源。